妈？我是恁妈，我是猪奶奶，傻不傻？你怎么开始认妈了？是不是啊？去打电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接个电话，跑那远多远呀？嗯。喂，啊，给家呀？啊，恁空调坏呀？哦，我会修，我会修啊。那现在去不成啊，我给家耗材呀。啊，要不晚上去吧，中不中？晚上去帮你修啊。好好好好，中，好，那晚上见啊。好嘞，好好，中，挂啊。谁在训练啊？你早点去，哎，晚上早点修完呢，俩人还能坐到一块甩甩会儿啊，顺便呢，啊，再吃个烛光晚餐。啥烛光晚餐呢？你看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啥意思啊？那自己家空调坏时候啊，手都不着沉啊，那人家还没给你打电话叫你去修空调啊？你看你嘚瑟那样啊，你上赶着去给人家修啊？不要一点脸！不是，你心眼也太小吧啊？你心胸能不能打开一点啊？我心眼小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是个女吧？那肯定是个女呀、啊。长比我好看吧？哎呦，在我印象当中，我跟你说，但凡是个女，叫会出气儿，都比你好看。你是不是皮痒啊？你是不是皮痒啊？啊，你是不是？你别冲动嘛，你真冲动干啥呀？我冲动，我冲动，你个大头鬼呀、啊！我冲动啊！你给我说说，人家为啥给你打电话，叫你去给他修空调啊？人家老头不是没回家吗？呦，人家有老头，肯定有老头啊！我呀，回啊，你有媳妇儿。人家有老头，你给我说，你俩是咋给我扯到一块去？咋扯到一块去？你不要那么冲动啊！我冲动啊！我冲动，你个大头鬼！我冲动啊！现在立马给他打电话，说也去不了，快点，说修不了。我都答应人家了啊！你再叫他打电话不去，出尔反尔，没诚信呢，这不着？你给我这啥时候讲过诚信啊？现在快点给他打电话，说不会修，赶紧叫我看看这是哪娘们啊！我算真服你啊！你叫大爷啊！真是啊！喂，我晚上我去不成啊！你说我睡吧。喂，是你给老头打电话，叫老头给你修空调啊？你自己没老头，你还叫老头给你修空调啊？你天天的，你不要一点熊脸的，你是给脸不要脸？你自己能修你就修，不能修你冻着。我跟你说，再跟老头给打电话，叫老头给你修空调，我走到恁家，我牙给你掰掉啊！我脸给你撕擦，我一边去！我跟你说啊！啊，你是俺妈？我是恁妈，我是猪奶奶，傻不傻？人开始认妈了是不是？啊，你天天的啊，你咋了？空调你是修不成啊？你这个闺女啊，你是你冻住你吧，你空调坏住你吧，啊，冻不擦你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样。你天天啥人呢啊？他说他是俺妈，他一天天我真认识啊！我是恁妈，我是恁妈。不是，你打电话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？冲动啥？这是恁妈了。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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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丈母娘啊！啊！丈母娘。恁妈。恁妈了，恁亲妈了，哟！啊！你咋不早点学了？你也不给我机会睡，我给你打着手势听，你也不听，你不听。我俩闺女绝对是故意，你绝对是故意，我跟你说。怪你，赶紧的，打电话打过去啊！啊，干嘛睡啊？败家纳闷，我跟你说啊，成天叫我你擦屁股，哎呦！解释一下。喂妈，我丫回，你别挂，你别挂啊！我跟你说，刚才杨他不，妈挂了。你咋啥事儿你都办不成啊？我就真服你，你天天你净这给我挖挖坑啊！你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你给我挖坑，你还怪会挖意思啊？走啊！干啥去？全骂人！干嘛陪你道歉呢？你去，我是不去。你闯家祸，你为啥不去啊？你为啥不去？我还好菜，我不去。好好好发财呀！走！哎呦，我不去。